信号仍然生效，天文台考虑在今晚改发三号强风信号。咪下昼六点钟，热带风暴泰利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，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，时速大约是12公里。天文台预测泰利今晚和明日会横过南海北部，并且接近香港。泰利今日的移动是比较不稳定，是时快时慢。但是根据我们的预测途径，泰利会在明日就是最接近香港。在晚间至到明早上，香港风势又会增强。天文台会在今晚考虑改发这个三号强风信号。明日会转吹这个偏北风，而到明晚那个风势会缓和的。我们展望星期三，那个天气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的。